下一组，凤舞对木摇。凤舞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要是真上了擂台，丢面子是小，不小心受点伤什么的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没比试呢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。再说，我还想听你叫我爸爸，怎么可能现在就认输？口气挺大的嘛。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咱们就动真格试试好了。小五，你一定会赢的。凤舞，今日既然是比试凌厉，要不咱们就不使兵器，空手博弈，这样也能不伤和气。好啊。没有了凤鸣剑，你当真以为还能赢得了木瑶吗？你干嘛呢？到底还打不打？打呀！你再等我一下啊！来吧！此次试官入学，师父十分重视，希望我们碧落宫的弟子都能有好的成绩。凤舞此次重新修炼，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心头大患。今天这场比试只许胜不许败。你是火修，我们碧落宫是水修，水克火，这场比试你注定是赢不了我。那得试试才知道。糟糕，没想到这家伙的灵力居然提升如此之快。你现在上去就算违规，凤舞就失去资格了。夫人。秋玲，考得怎么样了？武试已经开始了，听说这次来的都是各路精英，竞争可激烈了。考试尽力就好了，只是希望凤舞不要受伤啊。哎呀，夫人您放心吧，君殿下他们都在，不会受伤的。好的不伤和气，
你这一下下往哪儿爬呢？比武试炼，各安天命。你我本就有赌约，还奢望我对你手下留情吗？现在投降，我还能放你；不然我就砍断你的双手双脚，再取下铃铛。你做梦！院长，你看。求你了，认输吧。赵夫子，这个牧羊哪是在夺铃铛，这根本就是冲着人命去的，你就看着不管吗？台上弟子不认输，按照规矩我们无权干涉。这位弟子若是觉得力不从心，认输便是。我才不要向这种人低头。父母，小五，父母，赵夫子。没有大碍，只是晕了而已。这场比试，牧瑶。这丫头的灵力是险中激发型的。